说，来武康会行李来，行李来。来有位置啊，你。哦。哟，武康老伊甲我讲啊，咱食拢我泡沙泡，我就沙泡好饮。你是去伊家是吼，还是来关心沙泡？你也来了，你好，新年快乐，嗯，来。Hello， 德川。哎，德川。谢谢啊，德川一直支持我们的歌台。刷了，真的啊！啊，来来来来，一来进来坐啊！里面还有很多空位，后面有空位，空位，空位。沙加高丽来一百斤啊！好，哎，张品婷呢，也是我们新加坡呢哈一位呢非常好特殊的一位艺人哈，虽然他是来自马来西亚，也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份子。希望在歌台的这个红星大奖呢也脱颖而出。那么最近呢，在歌台啊得到很多礼事啊，还有呢这个。对，他是最受欢迎。是是是是，我看今年度呢，我看这个歌台大奖，我看呢这个最佳女人的费里莫斯。啊，没有。不要，今年差不多大概也过来五块的费里莫斯。啊，我也是主持节目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也是安德川去支持他的，对不对？也是安德川那天在那个在哪里，在那个布吉班江那里留了一个红包给我的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啊。啊。今晚有没有？啊，恭喜发财。那天都给你了，今天还。那可以叫彭阿另外拿，我那天没有看到你，我广告啊。好了，来哈，来我们大家靠拢靠拢哈，可以的哈，就是在近距离的看歌台哈，来马上带来的，你们跟大家拜个早年。哎，对，在这里呢跟大家拜个早年哈，祝福大家呢，在来临的这个金猪年呢，大家都能猪年行大运，大家都能平平安安，身体健康。是，很多人呢都哈期望这个新的这个猪年里面呢，希望呢过个太平年，因为猪嘛，对不对啊？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哈过个大肥年。对，像这只猪一样。有了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哈，后未来太也年新年年轻的开始啊，让大拜堂会您的解放告，年年难过年年过，这样让五力贵五力也贵您，五力呢贵五力也贵您，没得反斗，对不对？最主要我们要身体健康，对不对？啊，要睁起眼睛呢，来掌声鼓励一下给你们自己。啊，今天大哥的口头禅是真的要珍惜，要珍惜哈，朋友也好，家人也好，对不对？有今生没来世，是啊，来，婷婷，来，哎，出去，我拥抱你离去，哎呦，来，这首歌我喜欢的，你喜欢哦，你喜欢这个拥抱还是喜欢这个离去？哎，这首歌他们都要把我们不一样打倒了，是真的厉害，朋友们，这首歌已经能登上了这个龙虎榜啊，对。听说这个许崇芳也在学这首歌，我真的啊，那比许崇芳唱得好听。他唱的好像有点黄梅调的音。对，啊，叫油啊，叫油啊，他唱错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拥抱你离去，掌声鼓励，张婷婷。
家。哎，什么？东方多，很多，走上夜路去啊！那边有礼物拿。好，